大家好，我是苏慧，今天是想要拍一个像 vlog 这样子的东西，因为我要去把我留了，应该有3年吧，然后我会一直剪，所以它才没有到3年，留了3年的那个长度，然后我今天想要去剪短，然后多短呢？我还不确定，就可能这里或者是到这里这样的长度吧，所以今天要拍的就是跟着我一起去。把头发剪短，然后再染颜色。我们在 salon 见。颜色是什么颜色？我染的是紫色，可是在室内看就像普通的发色吧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现在去室外看。Of the moon.